拜拜。献花献果祭拜完，在凉州上千万名宣布上梁典礼开始。台北生技园区在市长柯文哲与营造商世康开发公司合力推办下，见证历史性的一刻。未来这里将新建5000坪生医创新育成中心和10000坪产业空间，目前已和超过30家生技企业签署进驻意向书，预期112年启用营运，带来3000名就业人口机会。我想这个地方啊太小了，现在已经要来的人啊已经挤不进来，我还要保留一点给外国的，因为这个地方还是要有一点跟外国通气的，实在是没有了。所以我刚刚跟市长讲，你假如能够信赖更多的话，再给我们看看有没有空间了、我们也愿意再投入，不然的话我就要到外县市去了。不是恐吓你，因为我在新庄，我们有自己的地啊，旧工厂啊，但是我还是希望在这里。那这个是我的请市长、副市长帮忙的。中央研究院，各方面，中央研究院，还有国家生技园区，还有国家实验动物中心都在这里。卫福部跟食药署也在这里，还有生物技术开发中心。所以这就是形成了一个剧烈场作。那最重要的是南港火车站就在对面，你看啊，这高铁到竹北生技园区啊，一天大概是51班的啊，这时间只要30，我印象中31分钟就会到。那最重要是这样，目前台湾最强的还是 ICT 的自动系统，但是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全部压在一个，坦白讲在风险是相当高的。所以应当台湾要有其他可以在世界上去如现状的产业。那我们看来看去你看 Biotech 的生技大概是有机会，特别是用这个自动讯来搭动这个生技产业，这是最佳战略。园区基地位置临近南港车站，无铁共构，交通便捷，也可快速连接内科、南软等科技产业园区，产业齐聚等优势，期盼打造台湾生技产业新地标。预期落成后会创造产值500亿成绩，带动周边与地方经济。记者温俊台北报道。